那里是？报警！月月子跑了！铲除叛徒任务失败，追兵已至，必须从速脱身。 加洛罗摩山上，前方地势开阔，需提防流矢伏击。 山势环绕，箭矢拦路，倒可稍作休整。 加洛罗摩阴魂不散，只怕前方又有恶战。神尊在我临行前赐我几株神草。
可暂时压制我的伤势。 加罗罗博士，若是被他追上，只怕又是一场恶战，此地不宜久留。 又是一场恶战，此地不宜久留。
丁总，你是如何潜入魔界的？是骗去尽快结束战斗，像只老鼠一样跑到这里，竟然出狂野，真是笑话！看来还嫌自己不够狼狈。What?
烟波泉乃魔界禁地，那些魔必不敢闯入。我所剩灵力已不足，无法再用春姿剑破界穿越回神界。神魔之境又有魔尊重楼把守，难以逾越。所幸已到岩波，我可以从泉眼走九泉灵脉返回神界。只是岩波如此重敌，竟无泉手守护，颇不寻常。三族大战之时，当年为争夺九泉，三族历经千年风雨。率残部开辟九幽通道，蜕变为魔，休养生息，以待向神族复仇。后为苍生安宁，三皇立誓，三族中先兵者，共击之。临行前，敖虚神尊曾言，此番行动乃是铲除神界叛逆，并非违背三皇之事。天魔女魁羽不愧是叛神之首，我此次失手，只怕短期之内已无良机。先回神界向敖虚神尊复命，再做定夺。岩波不愧是地脉之火源头，果然酷热无比。一路走来并未遇到阻拦，魔族居然在此毫无设防。先不要到处乱逛，还有要紧事要做，先不要到处乱逛了。还有要紧事要做，先不要到处乱逛。还有要紧事要做，先不要到处乱逛。还有要紧事要做。先不要到处乱逛，还有要紧事要做。先不要到处乱逛，还有要紧事要做。先不要到处乱逛。前方就是泉眼所在了。啊！
魔尊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善如魔界，无胆量。好险！这帮凶兽真是越来越猖狂了。巧玲，没受伤吧？凶兽跑得再快，也没有我的巧玲飞得快。好了啦，今天辛苦你喽，回去多喂你几颗灵果吃。穿过这片树林，就是平溪村了。昆明树门前，可以先去村里逛逛。有什么东西？
是妖怪。怎么回事？这里明明在防护法之内。进入村子，平日温和的山野精怪为何如此暴力？这是发光的果子，似乎蕴含很强的灵力，是某种灵果吗？从未见过这种果子，是从哪儿掉落下来的？光变亮了，总觉得好香啊！哎呀，我怎么迷迷糊糊地咬下去了？这果子来路不明，万一有毒怎么办？还好没咬破。这果子定非凡物，还是带回去，让爷爷鉴定一下吧。天师门设的结界一向可靠，但山野精怪却突然出现异常，看起来像是被魔化了。外面凶兽越发猖狂，最近村子里又迁来不少避难的百姓，要是连这个村子都不安全，就糟了。等下还是在结界内巡逻一下吧。先回村子吧。凶兽不出，我出去。村里似乎比平常热闹一些。对了，明天就是初一，是集市的日子。所以才这么热闹，正好有封彭大叔侄儿托我带回来的信，既然已经到了这里，干脆现在给彭大叔送过去吧。多吃点。哎，彭大叔似乎不在。哦，向周围邻居打听一下吧。没有交易，做不了糖糕，小蛋子他们这下可要失望了。哎，算了算了。
没有交易，你是不知道啊，就我家那位。你是不知道啊，就我家那位。小豆腐怎么还不回家？你是不知道啊，就我家那位。说了危险，怎么不听啊？我没见到凶兽啊。说了危险，怎么不听啊？我没见到凶兽啊！凶兽追！我追上他！哎，凶兽姐，快让开！天气也不错，很适合和爷爷一起喝一杯茶呢。你怎么整天服务生日？奇怪了。
没有交易，做不了糖糕。小蛋子他们这下可要失望了。算了算了。新鲜好吃的糖饼哎！多吃点儿，明天多买几个。月姐姐，我也想加入明书门。使劲拔呀！你大小看看，没有事，没问题的。哎使劲拔呀！豆白草真好玩。凶兽了，不出。在哪里呢？还好有天使门设的防护法阵，最起码凶兽不能进来伤人。
在哪里呢？凶兽老不出，多谢姐姐，我也想吃点。大小怎么还不？明天多卖几只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你是不知道啊，就我家那位。爷爷，我回来了。怎么玩到现在呀？饿坏了吧？马上就可以吃饭了。你是不知道啊，就我家那位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平西村的这门手艺可不能丢。哎呦，这不是青叔吗？好久没看到你了。雨婶，您最近好吗？都好都好，一切都好。哦，对了，彭大叔去哪里了？哦，老彭啊，我估摸着应该是去进货了吧。青叔，你找他有什么事情吗？哦，他的侄儿托我捎来一封信，让我亲手转交。哎呦，那他一般可得去几个时辰呢？要不你先在村里逛逛，或者晚些时候再来找他。明天不是又开集市了吗？大伙儿都忙得不可开交呢。我这也是刚进了一批新货来，青叔你有什么需要啊？婶婶我也可以给你便宜些啊。那多谢玉婶了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呀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平西村的这门手艺可不能丢。新鲜好吃的糖饼哎。您是我们是家传的吗？当然不是了。要是有风车就好了，小红肯定会很高兴的。要是有风车就好了，小红肯定会很高兴的。您是我们是家传的吗？当然不是了。哎，
谢学妹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你得让你爹娘来娶踏雪寻梅。总之，不给我踏雪寻梅，我就不走了。他家就在小吃摊附近，他爹姓李，他娘姓顾，应该很好认的。嗯，真香啊！知不知道，那天我看见凶兽了，光头就有三个。哦，对，你瞎说，明明是两个头。哎呀，你俩喝多了，明明是一个头。他家就在小吃摊附近，他爹姓李，他娘姓顾，应该很好认。你跑什么？有凶兽追你吗？嗯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你是不知道啊。乖哦，明天集市我给你买糖吃。各种新奇的铜玩嘞，来看一下。不知道啊，就我家那位。
真是出息了啊！整天不务正业，平时做那几门手艺，多吃点儿，明天多卖点。月姐姐，我也想加入名宿门。斗百草真好玩。凶手。凶兽老不出，多绣几幅。月姐姐，多吃点，明天多卖几只。你怎么整天不务正业？乖哦，明天集市我给你买糖吃。各种新奇的童玩嘞，来看。